宝宝，我问你哦，就是我们现在要做比赛嘛，然后就是说外面的豆芽菜基本上都有，就都有漂白过啊，你认为自家种的跟外面买的哪一种就是健康差在哪里？自家的当然是没有，不是黑心的啊，也不会掺杂农药啊。嗯啊，你认为就是说市面上那种漂白过的，吃了也闹晒啊？你会讲正常一点？对啊，吃了也会闹晒啊。然后会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危害之类的？会啊。啊，你认为会有哪些危害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不是医生。我跟你讲，我回答的是。